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老师。喜欢你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今天要介绍的角色是风寒月。风寒月初登场于《神魔至尊传》第一幕姻缘。因搭上独自一人的殷建平，希望殷建平保管紫禁王鼎时，而手游风寒月常说的台词“人魔共此魄”则是出自第十五幕魔骸，风寒月要对鬼魄狮王施展飞天禁法所念的咒语。不过最后是由夏侯乙施展禁法的。天赋的部分，六星的情况之下，气血高于 70%， 法攻提高 15%， 若主动造成伤害，则行动结束时可再移动两格，可以施行风筝打法的角色。五内建议，点完上路踏雪前行之后，就可以直接走下路走到底。当然你真的没有多的灵运石给风寒月的话，就只要单纯走下路就好。点踏雪的原因是因为释放技能可往前穿行五格，并对敌人附加迟缓2和移动力减2，并且无法护卫，但此招也非必要点的招式。如果队伍里只有一位法师，基本上走下路没问题，但你队伍很多法师，走上路带猎袍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猎袍对周围三格以内物攻法攻最高的两个敌人施加石魔一回合，法防减少 30%。 魂石建议妖术师三枚的效果，每当使用伤害绝学有 50% 的几率使该绝学冷却时间减2。妖术师就是为了拼 50% 降低招式 CD 用，一直单体输出入夜魔火三枚的效果，使用绝学伤害提升 10%， 使用范围绝学时伤害额外提高 5%， 技能与魂石搭配推图或是 PVE， 魂石可以带妖术师，技能的话天霜雪舞加魂动冰魄加神念。天霜雪舞是可以在攻击敌人前先对敌人降法防 30% 并持续两回合，魂动冰魄是攻击完对手之后让对方行动力减3持续一回合并且无法护卫，神念则是气血高于 90% 法攻与法防提高 10%。 PVP 魂石带妖术师，技能带天霜雪舞绝无冰华之阵、神念或是寒气，带冰华之阵是为了造成敌方群体打击，并且施加迟缓的效果；而寒气则是保障普通攻击也能造成减速，以及让敌人无法护卫。以上点法与技能搭配仅供参考，玩法有很多种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。